他是全世界男人的楷模，全世界的情色大亨，所有人都想过上他这样的生活。他有着超高的智商，用$1000创办了最受美国男人欢迎的杂志，捧红了玛丽莲梦露、川普、乔布斯、霍金都以登上过他的杂志封面为荣。他一生有过2000床伴，无论走到何地都有兔女郎跟在身边，即使是死后也要葬在女神梦露的旁边。然而如此淫靡的他却有着另类的原生家庭，他到底有多风流，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痛？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花花公子海夫纳的传奇人生。1926年，海夫纳出生在芝加哥的普通家庭中，由于自己的父母都是保守的新教徒，所以家里几乎见不到美国电视剧里动不动就亲亲抱抱的场面，甚至连喝酒都被禁止，父母唯一的爱好就是去教堂，因此海夫纳的家里总是死气沉沉的。如果换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，估计会被自己的父母同化成一样无聊的人。但海夫纳并不是一般人，在中学的智力测试中，他的智商到达152，高出平均水平，因此他的学习成绩很好，也喜欢钻研一些有趣的东西。长大后，海夫纳考入大学，修了心理学、创意写作和艺术这些专业，之后又读了社会学的研究生。大学期间的心理学家推出的精析报告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正是这份报告，他确认自己在性上是伪君子，为他之后创办花花公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23岁时，他终于遇见了自己的爱情，这个在活了23岁的男人第一次拥有了性生活。然而正当他气喘吁吁地从妻子身上下来后，妻子却告诉他这不是自己的第一次，在结婚前他早就有过多次性生活。这句话像晴天霹雳，让海夫纳深受打击，因为自己23年守身如玉，只想把第一次交给妻子，没成想妻子竟然如此不贞洁。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对象先前有没有性生活其实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，但对于海夫纳却完全不同。他忍受了23年，却没想到妻子可以轻易出轨，不知道是记恨父母的保守还是妻子出轨，反正海夫纳开始黑化了。1952年，一位披着金发的黑衣女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所有男人的女神，这个女郎就是日后风靡全世界的玛丽莲梦露，而捧红她的是一本叫花花公子的新兴杂志。在发现妻子和别人有过性生活后，海夫纳并没有直接离婚，而是忍受了10年，最终还是没办法接受才选择离婚。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，这位情色大亨其实骨子里还是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，习惯性的对爱情保持忠贞。离婚后，他火速创办了自己的第一本杂志《花花公子》，第一期就拿着自己创业资金的一半买了玛丽莲梦露的裸照版权。在那个纸媒至上的时代，杂志已经发布后就被抢购一空，50-60年代的美国差不多有一半的男人都有过寻花问柳的体验，因此海夫纳看到人们身上对性的市场，因此他针对这个社会现象专门创办了以情色为主题的杂志，而他也成为美国男孩子们性启蒙的读物。花花公子越做越大后，海夫纳的野心也越来越大，他以花花公子为中心创办了集杂志、服饰、俱乐部、电视台、唱片公司等为一体的文化帝国。花花公子顶峰时期用户高达700多万，销往海内外30多个国家。后来有很多名人都上过这本杂志，霍金、川普、乔布斯都是他们的封面人物，知名作家海明威还是杂志的常驻作者。事业取得巨大成功后，海夫纳也过上了花花公子般的人生。眼前这个90岁的老头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全世界男人都梦寐以求的模样，不仅仅因为他家财万贯，而是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好几名身材火辣的美女相伴，工作累了，女郎们给你捶肩陪你玩游戏，出差的旅途太无聊，直接把美女接上飞机一起玩。每天唯一要忧愁的是要交的公粮太多，自己的身体吃不消。事业有成后，全世界的情色大亨海夫纳在洛杉矶为自己打造了一座6英亩大的豪华宫殿，在豪华宫殿中他收了几十位女郎做自己的床伴，而且这些女郎的年龄都不超过24岁。因为海夫纳曾经说过自己从来没有跟24岁以下的女性约会过，3个女人一台戏，想必很多人已经开始代入自己，设身处地地为海夫纳想，这么多女人，这后宫该有多精彩。其实不然，海夫纳的几十名床伴都相处得极好，这其中离不开海夫纳在其中机智的周旋，因此这位高级海王也被全美国的男人奉为楷模。当然作为在床上深耕了这么多年的男人，他的花样自然也很多，
知名的兔女郎形象就是他创造的。那些兔女郎如果被海夫纳看上后，便可以被接回那栋豪宅，他也会定期给豪宅里的女孩发生活费。据统计，海夫纳一生中的床伴有2000位，并且在此期间他又结了2次婚，两任老婆都跟他差了几十岁，其中有一个还出轨了，只有最后一位陪他到最后。1985年，59岁的海夫纳中风，这位花花公子像是突然改邪归正了，一改之前几十个床伴的状态，只留下自己的妻子和3位情人。虽然妻子陪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但是他也说过自己的一生从未找到灵魂伴侣。2017年，这位91岁的老人去世，风流一生，此前他给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墓地埋在玛丽莲梦露旁边，这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女神，同时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。他一生被金钱和女人包围，虽然没有遇到过大灾大难，但他同样也没有收获真正的爱情。如此纵情声色，不知是骨子里的放荡，还是童年里原生家庭的隐痛，或许专业是心理学的海夫纳自己已经有了答案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就帮我长按点赞，最后别忘了点点关注，我们评论区见。